Hello guys, welcome to channel. 今天是 Ken San App Time。今天要来玩的是这个 Osan Tamago 2。这是一个有一点养成类型的游戏，不过呢，它在里面的角色是以 Osan 为主。那另外呢，在游戏当中有很多小游戏可以来玩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嘿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嘿，哎呀，空の野郎。哎，丢蛋。好，这个我看得懂。今天比较特别，可以一瞬间就煮好。按一下。哦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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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金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起来。拿起来，我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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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奥桑啊，奥桑，奥桑，奥桑出来了！别猜，奥桑他妈个何时屋呢？玉我何时屋就应该就是那个卖日式料理的。好，什么？哦，那你别猜，别猜，哎，看不懂，别猜。嗨嗨嗨嗨！哦哦，有鸡，所以它也可以养鸡，然后会生鸡蛋。这个鸡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个鸡好可爱，这个鸡，嘿嘿，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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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鸡有点可爱，无聊在家。这个是应该是要用游戏用那个花钱买的。好，可以再雇用哦。哇，有金鸡呢！我们雇一个，这个绿色尾巴的有点特别。哦哦哦，看不懂，嗨嗨啊，哎呀，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哎，完成了！完成了可以领取奖励，全部看不懂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，再来拿我们的，鸡要吃饭，那我们喂它，有玉米，然后白饭，还有炸虾饭，还有蛋糕，这合理吗？鸡吃蛋糕。好，满了满了满了，亚夏，然后现在还没有蛋，有吗？没有，我们有三只鸡，还有一楼二楼，有点高级啊，那鸡住的地方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可以买这个鸡饲料的地方，买一个。好，然后呢，在外面呢，这边会有这个小游戏可以玩，就是让你在等待的时间也不会无聊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它的小游戏其实蛮好玩的。好，那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开始在又在煮我们的水煮蛋，然后按这个鸭可以干嘛？我们在煮水煮蛋的时候呢，点这个鸭就可以有这个等待的小游戏可以玩喽。这个是什么？start。Ready。哦，何これ？哇！哦，这个我超强，没有开玩笑，我跟你讲，拜托我超强。啊！怎么好像越来越快了？越来越快了！不行！啊！完了
よっしゃYes! Come on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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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me on!